唉，上起码从外哦，敢那看到你哩，要参详我，连想要教育宣誓训啊，都拢无，这机会哦，真正是困难。是安怎讲？是清温无会互你甲宇轩试训了？不是啊，我的时间超袂好势啊。我着算会当教宇轩试训，宇轩遮尔大汉啊，我毋知要甲我讲啥，啊，过来哦，都无会讲啊。啊，清温呢？连伊，伊拢无甲伊试训啊？会当听着伊的声音，在偷笑啊！讲真嘞，我嘛真久无看到伊啊。你安尼拢会思念哦？当然嘛是会，不过思念哪路呀？加休息加艰苦的尔。了解了，小气吧，我即马要告你这兄弟。别讲哦，恁兄弟我给你去啊。好啦好啦，对。请问啊，你当时要回来啊？爸足想你的呢。你嘛，你哪唔讲话啦？啊？若无，你叫宇轩来跟我讲好啊？我真正足思念我这个金孙呢。别困啦，好好啦，别紧啦，别困，莫该吵哈。等你有闲的时阵，我再打电话来啊。你会记你家己。喂，请。我听别讲耍嘞，听郭建庆的口气，伊对这个查某囝格来特别疼惜。爸，你是哪里多大贵啊？可是，格你想请问一下，我拄只打电话给伊。今日甲我挂电话，嘛唔经予宇轩甲我讲电话。啊，我这查某囝，我真正是无夜烦啦。哎呦，我天下父母心嘛，像我钱那只憨啦，就家己拢已经做阿妈，哪有可能安尼对待你诶？哎，这也袂当怪伊啊，是我对不起伊，伊才一直生气。妈咪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面包。吃什么面包啊？你怎么没有叫人呢？叫阿公啊！不然东西都不要吃了。不吃就不吃。不止不准吃东西，还要去罚站。够了，妈妈累了。本人挂号，没事。我不能叫我阿公，为什么我要叫他阿公？